大家好，看看，我就是给大伙做点鲁班锁呀。我说真的，来工坊也没嘛事儿干，我做了几个鲁班锁，你看我把它连上了，这个棍儿是通的，是这33条，我最大的做到243，给那个天津职业大学，就是我们学校做了一个拿的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，应该我做那个是1300多斤砖吧，这是棉花的。我也没事干呢，我琢磨把它这个穿起来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看的。穿完之后呢，这是闲来事儿，这就是不归道的玩意儿啊。咱事先声明，我做了个面儿，你看这个面儿吗？这样呢，我拉个口儿，给它先搁上。我老觉得这个东西要搁个小桌子嘛，当小桌子，你看它也行，你看这应该就算行。我就说没事儿。坐着玩吧。其实呢，这个东西我还有个架子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活拆啊，这架子嘛，你看这个一拧都是活的啊。但是我做的就比较紧，就都得拿扳子去拧。这个呢，你看啊，反正我觉得要搁上锤子，就有点儿那个四不像的玩意儿了。你看这个东西啊，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哄自己玩儿。接着看啊，反正你要是搁个转盘啊，这个当小桌子，它也行。但是啊，这个架子啊，不是那么做的，不是那么紧吧？嗨，这个也就是个四不像的东西，反正自己没事啊，鼓着玩儿。你看呢，应该还行吧？这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要是当小桌，我觉得当小桌子啊，不要这腿儿啊，这样好看。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变化，就是嘛呢？你比如说把这四个再举起来，就跟那个网架的那个东西似的，你这四圈儿，你想怎么做，实际上我看就怎么做。只要是方的，你要是架出一根儿，那出不了；只要是方的，你架落顶天，这边落顶山海关都不是有事儿了。你有本事你就做呗，啊，这还行，我觉得倒是不难看。好吧，这也是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玩儿。说真的，把它接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坐着想，我说这个东西，你说都那么单，给它接起来不也不难看吗？你接着再接一个，或者你接着接个99了，反正应该怎么做都能做，怎么都能做，把这中间这个99高把它架起来，哎，这边再搁一个都行。好，再见。